如果枪名数字之和是枪的弹容量，没数字就不变，游戏会怎样呢？今天来发挥想象一下吧，至少有四个变化。一，带数字的步枪、机枪、冲锋枪废了，游戏里的枪名数字都比较小，所以如果这样改，那带数字的全自动枪基本都废了，比如说 M762、M416， 弹容量就只有15发、11发。冲锋枪中的 P90、UMP45、MP5K 弹容量只有9发、9发和5发，机枪就更惨了， M249、DP28 和 MG3 就只有15发、11发和3发，这些枪就不会有人再选了。二，98K094 大加强，虽然很多枪都废了，但还是有很多武器是大加强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98K 和094，原本只有5发和8发子弹，现在变成了17发和13发，完全就是质的加强。三， S1897、S686 无敌了，要说这么改动加强最多的，当属这两把霰弹枪了，原本是5发和2发弹容量，现在变成了25发和20发子弹了，尤其是 S686 20连喷绝对无敌了。四， R9895 彻底翻身， R9895 是吃鸡最垃圾的手枪，但这么一改也是彻底翻身了，因为弹容量变成了23发，贴点钢枪绝对非常厉害。好啦，我们下期见。